林南抢家饮料店女员工脸书未果，与店长起口角，两人互殴。欧新社分享，林姓男子抢家饮料店女员工脸书未果，与店长起口角，两人互殴。法院审理时，林南引妈妈嘴案案例向店长业者请求连带赔偿新台币228万余元，高院近日判店长赔60万元，全案可上诉。台湾高等法院判决书内容提到，林南想认识一名在知名连锁饮料店工作的刘姓女店员，因此请有人将其脸书账号纸条转交刘女。由于刘女未加林南脸书账号，林南在民国102年8月30日到饮料店想问清楚事情。温静店长见状，认为刘女遭骚扰，和林南发生争执，双方起口角互殴。林南事后到医院验伤，发现其右掌骨受到骨折、脱臼等伤害，全人障害比例为 7% 及劳动能力减损 7%。法院开庭时，林南举妈妈嘴安为例，主张温静店长受雇于这间饮料店，要求温静店长及店家要连带赔偿228万余元。法官根据相关事证，认为林南当下无消费行为，温静店长对于林南应无执行店长职务或职务相关行为，与民法第188条第一项受雇人执行职务的构成要件不符，认定雇主不用赔。高院审理后认定温静店长得赔林南医药费、未来劳动能力减损等费用，总计60万元，全案可上诉刑事部。分林南与温姓店长分别被判处拘役30日、50日，得一颗罚金定验。